아무래 내일에도 올리려고 이런 알았어. 몰라야지. 我又不用怪我了，怪我了，我又干呀，我擦地皮上了。那个什么事儿，那个手机没有我家，好久没有那个。 你看看都保存在哪儿了？你骨头行吗？骨头在干嘛？这是破大粉，不是面粉呀，奶奶。啊，俺那个不行了。另外，花椒也长毛了。花椒也长毛了。你看这花椒也长毛了。你看这花椒也长毛了。我行啊，不行啊。哎呀，长毛了，你看你这。花椒也不行。不行，没事的。 我是个有别的，我吃吃海的。怎么没我破什么在家？你看看都知道你问问，你看看这俺要让毛了啊，不能要了。你搁这，我歇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俺说俺奶奶不行了。哥，你这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要了。考的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能考的啊，考的没法干呀。 这儿上就是这下来就没考，是三个。哎呀，俺就把他考上。啊。对。怎么了？这叫什么课？你怎么喝到医疗课了？不知道，你怎么也喝不着？来来来来来，上课。你看那个。妈。你回来了。 你呢？快点！鸭蛋，鸭蛋，你喝了不得，鸭蛋你喝了吧。我看你站着很难嘞。行，站着吧。你事怎么样，大爷？哎，有点儿了，这儿都搞毛病了。 哎，你俩看去，你瞧，都是长疮，都破皮。爷爷，鱼。快上来，过来，下来吧。咱山里也吧，咱受不住。嗯。咱受不住吧，我这你说吧，也得看，就是受的。一个排水沟，咱天都水，一天就下去。 那不是三两里就回去了呢。这几天儿，那谁能救我？你没找手机吗？手机破水一片儿呢。手机破水。